以实际上来讲，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帮助到大家所有这个现在的需求。武汉肺炎肆虐全球，健康意识也跟着抬头。有业者发表新款熔喷布产品，要积极抢攻防疫商机。我们除了阻隔病菌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杀菌。那更重要的是，那杀菌听起来很可怕，但实际上我们也是无毒的。那这些我们都在国外有证明过了。有别于传统熔喷布，应用高效过滤专利技术，让灭菌率更显著，抗菌率才连用在像是纸巾或是空气清净机滤网，使用范围广泛，同步让全家人健康能有更多保护。空气滤清剂或者是冷气的过滤，那在医疗产品上面的被子或者是医疗的衣物上面，那甚至在家居用品的窗帘，这些应用的层面其实我们可以都应用得到。最新产品采用对人体完全无害技术，并通过多项国际欧盟标准，让民众用起来也能更安心。业者启动熔喷布新革命，要用最新专利技术在防疫需求市场攻城略地。三选邱瑞阳台中采访报道。